热水热的。那今天发的食品，鸡蛋啊，鸡蛋日期是到3月10号。这个是猕猴桃 ，kiwi food， 大米。然后这个是葡萄干、橘子、丑橘这种的。豆腐，一块豆腐。还有这个，这红色的胡萝卜吧，不是萝卜。这个是深海的粉色的鲑鱼，深海粉色鲑鱼，橘子、丑橘、黄瓜，老莫生产的黄瓜好像是，土豆搁下边，土豆，先搁上边。胡萝卜、苹果，还有葡萄柚，还有丑橘、黄瓜、葡萄柚、苹果。这好像苹果有点烂了。哦，感谢。哦了，下雨了。这个箱专门装食品，很不错。好了，感谢，再见。拿这个放上面。吃的苹果和这种丑橘啊，还挺好吃，挺甜。苹果这个看有点烂了，我把表面啃了。一大早就吃苹果和橘子，今天发的。就煮了一个鸡蛋啊，今天发的鸡蛋，煮了一个。它这个鸡蛋你看，只能说一次吃一个，吃多了不行，吃多胆固醇超标。因为它这个营养表上面写着胆固醇的一个鸡蛋，它的胆固醇160毫克，这每天需要55%，吃俩超标，只能吃一个。如果吃俩的话，只能说另外一个鸡蛋吃清不吃黄，对吧？啊，煮了一个。它这个 keep refrigerated at all below 45°F， 对吧？或者 degree Fahrenheit 华氏度。保持冰箱保存在或者低于45华氏度 ，cage free， 没在笼子里养的 ，lindsays gold，lindsays 金啊，就是这么一个养鸡场，12个鸡蛋 ，AA 级中号啊，中号，分发被鸡蛋无限公司92 ，corporate 是法人吧，法人公园。套间 ,STE 是套间吧 ,SUITE 是吧，套间 C803, 尔湾加州，尔湾那边出的。嗯，还不错，今天发的。啊，他这日期是到3月10号啊 ,2024 年。哎呀，不容易。这是鸡胸，之前煮了3块吃了1块，这2块给它拿捞出来蒸一下吃。鸡胸，这鸡胸不错。捞出来搁在蒸屉里蒸啊。不错，鸡胸。你带点牛奶，煮牛奶啊，那种红盖牛奶，就这种红盖牛奶啊。红盖牛奶是全脂的啊，看 whole milk 全奶，支持你的当地的奶牛 ，support your local cow。我比较喜欢这种红盖的，看着喜庆，比蓝的看着喜庆。维生素 D 全奶，全奶它的脂肪含量是几%啊？蓝色的是2%是几%啊？这牛奶营养表，总脂肪11%，饱和脂肪27%，胆固醇12%，钠5%，总的碳水化合物4%，蛋白质17%，维生素 D 15%，钙25%，钾10%啊。包装被 clover 三叶草对吧？三叶草 Stornetti 什么农场，有限责任公司，加州的 Petaluma 对吧？Perishable, keep refrigerated, 可腐烂的，保持冰箱保存啊。240毫升是一杯啊，就是240毫升含的营养量。鸡蛋煮好了，吃啊、哦，煮裂了。发的豆腐煮着吃吧。Wong Chong Tofu firm 是硬的，硬豆腐。Non GMO 非转基因啊 ，GMO 就是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基因修正的生物，非常基因，巴氏消毒的 ，pasteurized， 可腐烂的 perishable， 豆腐，一份是三分之一杯啊，就是三分之一块，总的脂肪4%，饱和脂肪8%，总的碳水化合物3%，膳食纤维4%。钙8%，铁6%，钾4%。使用截止到5月6号，2024年。成分：水、非转基因、大豆、钙、硫磺钙吗 ？Calcium sulfate 黄吗？硫磺钙吗？还有 glucono 什么什么 delta 三角 latone 不认识。生产被 Wachung 公司在旧金山94107。本地豆腐，本地小鸡儿，本地小鸡儿啊，煮了煮。那简单给它剪开了，豆腐，把这汤倒出来，搁在锅里煮，煮豆腐吃。这锅里啊，喝点水，煮。啊，冲断了，这就豆腐一周冲碎了。因为豆腐含铁嘛，多喝水容易结石。这鸡胸的纤维，看。鸡胸的纤维，看一条一条的，看这样的不错吧？这种是天然的食物，这种最好的，这种纯天然的。吃核桃仁，直接吃，不用微波炉制了，直接吃。黄瓜，今天发的黄瓜 ，product 墨西哥产品啊，包装膜呢？黄瓜也包装膜啊，这奇怪了啊！黄瓜吃完了，打皮儿，用这个雪皮器。真好用啊，蹭蹭的，咱们国家生产的。这个豆腐也捞出来了啊，捞出来了吃，煮好了。吃豆腐蛋白太多了，吃太多蛋白，鸡蛋豆腐。吃菠萝，蒸熟了还不错啊，蒸的。以前都是煮，这次蒸的啊。蒸着吃也不错，就是最后几片拿出来晾着吃。这个是叫丑菊吧，像个地雷似的。它这个右手扒没扒动，刚才刀削了一下这块。头给它削了一下，这叫丑橘。这种橘子今天发的，我吃了好几个，还挺甜啊。把这个也吃的，晚上8:30，这一天感觉腿有点酸啊。丑橘，这丑橘吃非常甜啊。然后吃一个猕猴桃，这个好像是坏的。今天发的，这写的算了。Mighty Swim。什么时候游泳 ？Mighty 游泳，这个吃的时候也都很软了吧？对，把它拿这个雪碧去打皮儿之后，直接咔咔嚼着吃吧。猕猴桃，这是发的葡萄干啊。自从1928年开始创立的 Victor 牌是吧？自然葡萄干 Rinsing， 自然葡萄干 ，BB 就是 Best Before， 最佳在什么之前？在7月8号2025年之前啊。净重是425克，不到一斤啊。它的成分是总的碳水化合物12%，膳食纤维7%，钙2%，铁4%，钾6%。All natural 全自然 ，fat and cholesterol free， 脂肪和胆固醇不含这个，没有添加的糖，包含 phytonutrients。Phyto 是花青素吗？不知道。Nutrients 是营养物 ，Phyto 什么意思？成分：加州无籽葡萄干。产品属于美国。葡萄干并不是一个卡路里的减少的食物。看营养面板，葡萄干是机械的去了梗，并且可能包含偶尔的葡萄梗或者说木头块、木头片。Victor 包装有限公司，加州的 Madeira 那出产的，这是什么？加州种植的 Victor 品牌的自然葡萄干是自然的甜，没有添加的糖，验证非转基因，并且不含面筋，是吧？我们的葡萄干是完美的小吃或者这种成分来帮助维持一个积极的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给它
洗吧洗吧，拿微波炉给它转一下。倒出来葡萄干，先发黑的，然后这个口给它夹上了，洗一下，冲一下。回去南门口还没回来呢，走了有半个月了，差不多小半个月了吧，过年就走了。这回越南了吧？去哪儿了？不知道。这个活动活动，就这意思吧。活动活动之后，搁在盘里，给它微波炉转一下杀菌。主要把这沙子让它衬底儿。哎，这个好像没啥沙子，跟之前发那个豆干好像不太一样。之前那个一活动底下有沙沙响的沙子，这个没有。这个好像比较干净吧。是吧？你看这个没有沙子响，那个有沙子，那个之前那个葡萄干那种包装的，颜色比这个深。嗯，不错。据说葡萄干都用那个小葡萄晾成的，大葡萄不晾干，葡萄干有小的或者烂的做的。今天是六，下雨了，又有暴风雨了，这两天。28秒，嗯，这个猕猴桃，打的皮儿，这个折叠凳在这坐着，给这个洗手间消消毒，嗯，一会儿理发，一会儿头发长了。瘦了这几天啊，15秒钟它就亮了，它就摁一下这个15秒钟点亮，就是消毒了。对，就行了。几点了？10:16，我一会儿剃头，给那个电推的充电，剃头。应该消完毒了，去那儿把门打开，亮亮。亮亮，臭氧，然后这个卧室消毒，这个灯还不错，臭氧和紫外线啊，有点憔悴呀，这几天营养不良吧，这段时间油吃少了吧，以后再给房间消毒。这个红豆泡好了，对，涮涮红豆。之前吃的是黑豆啊，黑豆应该吃没了，吃红豆现在。红豆泡2天了，再泡就坏了，给它洗洗，拿水漂洗一下，再把这个扁豆挑掉，再放大米做饭，再放点核桃仁也行。不吃饭还是饿啊，北方人还是吃米饭可能比较禁饿啊，可能是。来，给它涮一下，洗2遍，它这个不泡的话豆子太硬，做饭。涮出来，这个泡豆子的水浇花特别好，据说是也有营养。洗洗，洗2遍之后，
敲这个扁豆啊，敲里面的石头什么的，然后再放大米。洗了第二遍了啊，这个红豆 OK 了，把它捞出来之后挑扁豆。这个扁豆里边有那个土块什么的，大上面的说明书也说的要挑一下，因为它是机械去加工筛选的，它也难免会遗漏一些石头什么的杂物。豆子完事了，我把这个倒到盘里挑，明白吧？就这盘白色的盘挑的话，挑的干净。扁豆之前一直没怎么吃啊。有点像围棋子啊，它的形状。有土吗？以前我挑过那种小石子之类的。好像是没有，是吧？好像是没有，这种扁豆我在国内没吃过。咱们国内有这样扁豆吗？这个形状的没有，没有土，好像是。没有土，没有土，没有土，那就淘一下。淘一下，这里淘一下，这盘有水沾几个豆子。现在散了散了，如果有沙子就趁底了啊，像淘金一样。呵呵，嗯，活动活动，然后撇头上的往里捞，搁在锅里就行了。这么一和了，沙子就趁底了，石头就趁底了，就搁着头上捞。嗯，这么慢慢捞。嗯，我接着捞了，把它捞进。核桃仁里边没有皮儿吧？有皮会硌牙。没有。红豆、扁豆、核桃仁。然后嘞，大米，这种叫富强米啊。日期是到什么时候？2025年啊，还行，倒点米，然后就做饭啊。大米、核桃仁、红豆、扁豆啊，搁在一起了，然后放点水烧饭，这够吃两顿米了，不错。已经不用电饭煲了，你这个电饭煲不是铝的吗？有那个特氟龙涂层，可能对身体不好啊。这个糊弄一下吗？涮一下。给糊弄糊弄。让这个大米啊、红豆啊、扁豆啊，让它均匀一点啊，这样煮，对吧？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做了。欧了，这就可以了。